得罪，得罪。请问乡长办公室在哪儿？上个季度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？啊，当时是你是拍了胸脯的。现在工作重中之重是什么？就是计划生育。我还告诉你。 要这个季度，你们村再完不成计划生育指标，我就把你给检查了。嘿嘿，天子，我还没结婚呢。别嬉皮笑脸的，这个年纪不结婚，一样违法，我照样可以收拾你的啊！你是哪里来的？我是来报道的。啊，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吧？是啊。 老田，老田，来喽来喽！大学生到我们这里来，有些屈才呀！啊，老田，这是新来的宣传干事，关啊，关宇波。啊，哎，我让你收拾那个招待室，收拾好没有？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 老田，麻烦就咱俩了。哦，有事啊，得回去喽。嗯，这有卖表的吗？工程和油，都在啥子呀？
同志，我要买酒。散酒还是瓶装酒？随便，都行。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真的是你啊，丽文。哦，我大学毕业分回县里，又爬到这儿来锻炼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住哪儿？乡政府。哎，对了，丽文，你毕业之后没在复读参加高考吗？哦，那。 那来瓶酒吧，还是散酒吧，放源自酿的，便宜不上头。散酒拿什么装啊？这是老乡存这儿的，你就拿去用，记得还就行。 5.5，还差5分。啊，算了，没事。那怎么行呢？ 那我就先走了。嗯。没有想到，我竟然会在这里重逢我的高中同学丽文。她是我的暗恋和初恋。 是我从未得到过半分回应，却始终未曾放下的那个女孩。毕业几年都没有音讯的她，却在我孤独的黄昏再现。可我，就像当年一样，依旧被她的庄重和孤傲撞疼了。程同志。 你能帮我加瓦炒块布做个兜兜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嗯，多少钱？等我做好了烧给你，再说吧。嗯，好吧。好。 龚小姐的长姑娘俊吧，那就是老姐的一镜。每次看到龚小姐的长姑娘，她才跪下去。
就会想起公墓在的传说。你知道那两座像你的山峰是怎么变的？是放牛娃儿和妖妹子变的。记得上中学的时候，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，同桌都会化合为界，仿佛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而每次李文经过，我都会嗅到一股百雀羚的芳香，那飘忽的清甜味道激起了我的青春懵懂，并一直弥漫在我的记忆中。小程，你订的杂志。贺友哥，谢谢你啊。你订的收获和大众电影都到了，还有你托我买的几本书，我就给你放柜台上了啊。让你费心了。别客气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完全无心工作，烦躁的心情加上水土不服，让我常常跑肚。我知道人的肠胃不好往往是情绪的原因，每天百无聊赖地翻着文件，睁眼闭眼都在遥想着老街的尽头。于是又在一个黄昏向供销社走去。就你那家呀，佑国。那现在怎么样了呀？从前我是这儿的小学老师，喜欢书法。那年上面好多大家提意见，老师们就写了，都来找我朝鲜大字报，紧接着翻油，大家都不承认了。县里来鉴定笔迹，就这样我被打成了右派。离了婚，现在虽然拼了饭，书也不会教了，只好安排到这儿来做饭喽。现在广播一个通知了，现在广播一个通知了，这就是党大会和计划科举的通知，要到乡镇来开会。Thank you.
三娘，嗯，吃了吗？啊，还没呢，有点闹肚子。饭还是要吃的。小关呀，嗯，谈朋友没有？大学的时候，谈过一个，毕业分配的时候打散了，就再没联系了。个人的事，还是依靠组织。哎，小关，嗯，我听说你和供销社的小程走得很近，谈不上吧？小程人是蛮好的。就是这个家庭背景有些复杂，个人的事还是要谨慎啊。我跟小程就是中学同学，就算我对别人有意思，别人都对我有意思。嗯嗯，怎么，你也要买煤油？什么煤油？断货好久了，刚来的，寨子上用来点灯的。我才不喝煤油呢，来两提子酒。这是别人的，今天收回了。哎，那个，把你的茶缸借我用行吗？这就不对，度数不对。放久了，长气了呗。瞎说，酒越沉越好。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啊？整条街我就认识你一个人，天天惦记着来看你，你至于这么做吗？这酒我是掺了水。掺水？你卖假酒啊？就卖你一个人，怎么了？凭什么呀？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一副明珠暗投、怀才不遇的样子，多了不起似的。感情上了大学就学会喝酒了。我就买假酒给你了，钱我退你，你去告吧。哎，别别别！对不起啊，误会。你对得起你自己就行。啊。好了，我要关门了。哦，我来帮你。李文，把酒给我。李文，乡亲们呀，乡亲们，李文他。酒里掺水，这茶里不会掺了酒吧？
想的倒挺美。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，他的诗特别宁静，感觉很美好，就像你一样。哼，乱比喻。这毛衣是给谁织的？你说呢？你爸呗。我是看三浦友和这个样式挺好看的，就照着织了一件。丽文终于有了难得一见的笑容，她看似冰冷的面容下一直蕴含着天赋的温凉。我忽然感到这偏僻的山野竟有了世外桃源的安逸和恬淡，原本浮躁的心绪也慢慢的平静，慢慢的开始怀抱了各种希望。丽文，你爸怎么样了？他还好吧？嗯，他在这儿，一个人在寨子顶上，挺清静的。你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爸原先是城里的桥梁工程师，50年代到这儿是座清江大桥，后来遇见我妈，就留下来了。我大舅在海外下落不明，我妈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那会儿整日挨整，我爸为了我妈和他们争辩，他自己的问题也变得严重了。后来被发配到这来劳改，再后来我妈病逝了，到现在我爸的问题也没有落实，我就只能接我妈的班，顶替到供销系统，自己要求分来，也是为了还能照顾我爸。丽文，你应该活得开朗一些，一切都会好。我不开朗吗？哪像有些人，成天就知道借酒消愁。哎，你爸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咱们这出了个大学生，是件很稀罕的事儿。那改天带我去见见你爸爸。明天吧。哎，丽文，你每次见你爸都拿那么多东西啊？寨子上的人平时下山买东西不方便，我顺便帮他们带一些。我来呗，你歇会儿吧。得了吧，大学生，山路不好走，别累着你了。爸，你爸来看你了。叔叔您好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给您带了瓶蜂蜜。你来就来呗，带什么东西？坐吧。山路啊，不好走，一路辛苦了。叔叔，您这可真够高的了。一览众山小啊。那是你爱人吗？瞎说，那是乡干部小关。我看你们还蛮般配的哦。你再乱说，我就不管你了。赶紧拿着你家娃娃的兜了走吧。你爹，我爹让我问，事后你还受伤，我们家还要等着安
没看得清有客人吗？他啊，一会儿再摆，你们先回家吃糖去啊！快走快走，走了。还要等。这个鸟笼做得很精致啊。再精致也是个鸟笼子。爸，你眼睛不好，少喝点。小关来了，我高兴。这从早到晚，连个能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叔叔，我敬你。小关，我听有人说你是你们班的才子，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。哪里，叔叔，其实丽文才是真正的秀外慧中的。是我偷累了他，如果能出去走得越远越好。爸，我守着您哪儿都不去。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，我还想留下来呢。去也重去，去留好，请问关雨波是不是在这儿工作呀？小管，有人找。哎，小雅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突然冒出来了？我出差，路过这儿，知道你在这儿，顺便来看看你。等着，你真行，这么远都能让你找到。怎么不欢迎啊？不欢迎我现在回城了？你想走已经走不了了，早上才有班车呢。田老师，这是我大学同学，晚上给加两个菜吧。谢谢您。好。财容易得很，这床我可没得办法哟。哎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，散装巧克力。哦，可好吃了。你一个人住这儿挺潇洒的呀，准备待一辈子呀？那还能咋地啊？考研啊！我给你带了几本参考书。我舅舅大学啊，今年招三个硕士，我已经帮你报名了。哎，再说吧，累了吧？嗯。乡下没有旅店，你就克服克服吧，啊。那你呢？我啊。我现在给你倒点热水，晚上我跟田老师挤一下。什么？你让我一个人睡这屋？这荒山野岭的，
多害怕呀。那就这条件还能怎么办？我要你坐着陪我。那可不行，这是单位，传出去说不清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在这待两天，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这儿。要不这样吧，供销社有我女同学，她那儿很干净，我跟人家说说，你跟她住一晚上。女同学？啊。好啊。条件不好，你就单带，倒是床还够大，被子也挺干净的。啊？什么？我说我这条件不好，你凑合住。姐，你这儿真好，不然啊，我只能在雨波那狗窝忍一宿了。他那儿，不过比我想象的要好。有个女同学在就是不一样，难怪连考研都不积极了呢。我也帮不上他啥。倒是你得多劝劝他，争取考研考出去。这儿啊，不是他久待的地方。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想留在这似的，你看呢？别的不说，但有一点，我和你肯定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希望他早日离开这儿。哎，天凉，您别老坐这儿，早点回屋休息吧。哎，一会儿我还得赶回去，突然从城里带的药给您。快入秋了，您这咳嗽的老病根别又犯了。丽儿，我觉得雨波这孩子不错，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。您瞎说什么呀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真希望你离开这儿。我不会和他谈恋爱的，我负不起这个责。他是大学生，我算什么呀？我不想成为第二个我妈。小雅，待会儿我要看孟云夜，长途车也该到点了，你去找他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啊，我这也没啥东西，带两瓶包谷酒给你家人尝尝鲜。丽文姐，谢谢你。丽文姐，送你。
啊，这太贵重了。不，姐，我喜欢你，你一定拿着。啊，谢谢啊。姐，你也喜欢舒婷的诗。当宽阔的银河冲开我们，你还要耐心等我，扎一只忠诚的小木筏，多美的诗啊！姐，我得问你，你也喜欢他吗？小雅，你不太懂我们山里人，我们的喜欢或许是不太一样的。姐，谢谢你，希望你有机会来省城做客好吗？小雅是一个强势的女孩，城市生活的优越感写在脸上。在她的潜意识里，爱情就是两个人挽臂漫步给别人看的。回想的我冷静下来，仔细反思我与她的感情，总觉得有些若有若无。看得出来，你爸现在很开心。你爸活得真是通透，宠辱不惊。你哪知道他内心的苦楚？要是你妈在就好了。我妈以前总对我说，是她毁了我爸的一生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要不是因为爱我妈留在山里，一个桥梁工程师何至于沦落为一个编斗笠的老人呢？患难相依一辈子，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就算你理解我爸的牺牲，可是你懂我妈的歉疚吗？其实你爸希望你远走的。我要替我妈留下来。其实我爸他是怨我妈的，我以前常常看到他们争吵。李婉，你心里很苦吧？没有啊，能守着这久违的山水，还能守着我爸，比在城里的那些日子好多了。这里真的是很美，我也想留下来。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你都可以。你是男人，也是过客。现在我已经回来了。老天让我们又重逢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
我与丽文的关系已经明显开始走近。然而，在80年代初，真正的爱情表白，却像赴汤蹈火一般的艰难。那一晚，我们待了很久。我与他守着这样一份世外的安详，一时间竟有着相依为命的联系。哎呀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，你花花草草的有什么意思？来了来了。嗯，你不下乡去了吗？刚回来。这个送给你。路边的野花你也采啊？美人如花隔云端，没法采啊。明天周日，龙洞村的秦幺妹出嫁，今晚请我去陪哭，想不想去看热闹？人家出嫁你哭什么呀？这儿的风俗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亲娘出嫁之前都要请姐妹陪哭。那你嫁人的时候谁陪你哭啊？自己陪自己哭吧。你笑什么？你的脸不洗还好，一洗整个都花了。昨晚炭火熏的吧？你就知道傻笑，也不管我。我都好久没有洗过澡了。那这会还早，
你夏明还没上街赶场，要么去我那儿好好洗着吧。太好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乡政府根本没法洗澡，每天靠老田打了一盆热水胡乱抹一把。所以啊，你们这些男人整天臭烘烘的。谁臭烘烘？你才臭烘烘呢！臭烘烘！哎呀，臭烘烘，臭烘烘！赶紧去那儿好好洗吧，山里啊都是这样将就的。真舒服呀。是吗？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泥太多把你们家盆啊毛巾啊都给弄脏了。那你以后陪我新的？行啊，陪你一辈子都行。哎，丽文，咱们上学那会儿男生总爱唱那首歌，你还记得吗？哪首啊？陪你天，陪你地，陪你到家做女婿。你们这些男生真臭不要脸啊。陈同志，陈同志，您看一下门呐。陈同志，我着急买一块塑料布呢，替你等着用呢。哦，哎，那个门没锁，柜台上有，你先拿走用吧。好的，打扰了。你洗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好了。哼。你还笑啊，刚才吓死我了。你怕什么呀？我当然不怕了，我怕的是你怕。马上赶集了，你是得走了，出门注意点啊。嗯。
来，这里怎么会有渔网啊？这是老田下的网，每天早上他都会来收。那我们今天就代收了吧。嗯。不过这些鱼也太小了，还没尝过生活的美好，还是放了吧。好好好，那你这条大鱼什么时候能让我网住啊？嘿，你找错没？山岚昏沉，暮烟缭绕，黄昏的河水开始朦胧了。河水暂时隔断了我们，就像隔着一个今生。我呆呆地看着它，忽然想起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，心中涌出万千惆怅。一回来我浑身觉得发冷，回去换了长袖，喝了你的鱼汤，现在舒服多了。山里晚上寒气重，再过来烤烤火吧。哎，丽文，中学时候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咱俩同桌那会儿挺烦你的，那时你真坏啊。我坏吗？当时的男生都那样吧。不过也不算太坏。那你有没有记我一点点好的？算是有吧。哪点啊？反正有，谁记得那么清楚。哎，你好歹表扬我一回嘛。那会儿我爸妈挨整，有回放学回家路上，一群小孩追着我喊狗崽子，后来你替我解了围。小孩子不懂事，都是跟大人学的，但我真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好。也算是一种善吧。停电了。要点油灯吗？有火光，看得见你。丽文，毕业的时候，我往你书包里放那封信，你读过吗？没有啊。我记不清了。那你现在想不想知道我写过什么？都过去那么久了，
字帖吧。我想要告诉你，水过三秋，有些话就像梦一样，说破了只剩一地碎片，没意思。夜深了，雨也不停，我走了，好吗？门边有伞。小关，前两天晚上起草的报告写好了。哦。嗯，好。几乎不曾相识，便开始表白。五月的鲜花正逐水徘徊。小怪啊，你就这么给我起草报告的？你这脑子整天想什么呢？不是乡长，拿错了，这不是写给您的。你这是心不在焉啊！啊，哼，得，你收拾一下，准备移交工作吧。啊，乡长。写首诗不至于把我开除了吧？这个，我还没有这个权利啊。上午接到县里电话，你的调令已经下来了啊。收拾收拾，做一下工作移交啊，准备回城吧。这就要回城了？怎么，你还想在这生儿育女？不行。这花已经凋谢了，它只不过是在季节里转世而已。山里天凉的早，冬天会很长的。一年四季
你都要守在这里。再过俩月，你也差不多该走了吧？丽文，我就要走了。是吗？真好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你也该走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想走。你学一身本事，来这里像个什么样子？别说你自己在这闹心，再待下去，别人都会觉得你碍眼，永远都是外人。赶紧走吧。那你呢？你就一直在这待着吗？人各有命，我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去看看叔叔。不辞而别或许更好。他缺什么呀？我想给他带点常用药。他就缺用武之地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。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什么药都治不好。香啊！哎，田老师，您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也走了，我上街买了个野兔，给你改善改善。您以后要是来城里，记得找我，我请您喝酒。好，进城，我还没进过城，不知道今天干啥子。昨晚呢，我喝了那么多的包谷酒，今天把我一直舍不得喝的好酒给你捡起。打开，倒上。怎么样？稍后。三里，我是陪不了你的。人可是有命，不服命是不行的。田老师，其实您可以考虑再找一个老伴儿啊。哎，没得意思，没得意思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到来各自飞呀。我也老了，这点工资刚好够自己活命的。那您？是不是对您的前妻
特别的失望啊。小兄弟，你该走了。既然奔到了，我就跟你说说，说完就完。其实我从来不很前妻，我甚至是你们说的那个爱他。丽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请坐，请坐。刚才是我让秦氏喊他来的，问他的爷们给小管监刑。我知道我陪不了他说话，就想到了小郑同志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他有好吃的就不记得我了，还是田老师好。这半年要是没有田老师陪你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过得出来。不，是他陪我，应该说是全靠你陪他。你不在这儿，他在这儿早待不住了。这杯酒我喝了，先休息，你们慢慢聊。最后的晚餐了，我也陪你喝点吧。我要是走了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很难重逢了？看不到你，说明你的日子好了。可我真的放不下你。别说这些了，以后呀，无论走得多远，这山里永远是你的故乡。累了倦了，我要是要饭，就敲你门。瞎说。啊！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，你带着。
小客车一来，我就走了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那就此小别吧。也许是长别。那你多保重。那一夜我难以自持，却并不敢真正去冒昧的强求。我在他的投入和对抗里恍惚若有所悟，但也只能绝望地放弃。我们的努力和各自的坚持被永远固定在1980年代初的时光里。离开公母寨的那些年，我经历了许多，读书下海，经商发财，为朋友信贷担保，被骗被抓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期间我不敢再给丽文写信，不愿再去打扰他的生活。在迷茫和沉沦的岁月里，一位大学同学邀我北上。临行前，高中时的班长项羽娥为我安排了同学聚会。是了，咱们班唯一的大学生啊！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？我也不知道，你现在呢？你还好吗？哎，大伙儿，你们都看看啊！你说丽文跟雨波是不是还真有点那种相敬如宾的感觉？大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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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伙
别走，你别走。好，我在。嗯。都怪我，一晚上都没吃饭吧？嗯，你瞧你，都吐到裤子上了。雨波，一切都会好的，真希望你还像从前那样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你，我经历过的所有痛苦都毫无意义。净说啥话？我还洗裤子呢。那个夜晚似乎浓缩了整整一个年代的渴望、苦闷与放纵，在没有任何期待的时刻，时光倒流，昨日重现，是他抚平着我的创伤，并再次带给我爱的渴望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喝咖啡的吧？喝什么是自己的事儿。我来。你刚刚我说什么来着？喝什么是要选择地方的。服务员，再来杯咖啡。别加糖。还挺会喝。我就不行，喝咖啡胃就疼。李文，这些年也是怎么过来的？一切都太遥远，不记得。
我一直深爱着你，从中学到今天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如今我落魄归来，原本打算北上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，但这是你的出现，让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内心。你是我一生所向往的幸福。我不走了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要守在你的身边。多想回到80年代，也许昨夜就是个错误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想帮你恢复一个男人的自信。我现在是清醒的，也是理性的。一个人一生不能两次错过他的爱情。我们今生从70年代早已错过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没有任何资格在你面前坚持。这是第二次你把我放逐。数年后的京城，我也混成了一个装模作样的所谓成功人士。事实上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我们可以挽留的。我们在变革的时代，曾经迷狂追求的拜金、媚俗及广泛的物质欲望，如海潮倒灌冲刷着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。每当无聊地困在都市里，我就特别想立本。一个人常常独自夜游，排遣内心的空虚，徜徉在清凉水面上，就像漂浮在清江的溪水间。梦中又见到了李文。我在梦中带着丽文回家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丽文不见了。我猛然惊醒，不顾一切的像梦游一样奔向故乡。这些年，我只和玉儿偶尔联系，不知道丽文她怎么样，她过得好吗？Thank you.
丧是我家乡的习俗，我一直觉得这种方式有种独特的美丽，人们用狂欢歌舞让远去之人灵魂飞升，逃离疾苦。但面对李渊葬礼的时候，我却无法承受，压抑的心情令人窒息。的时候，我往你书包里放那封信，你读过吗？我记不清了。上次你回城的时候，丽文正在寡居，她的丈夫是一个个体户司机，婚后不到三年就出车祸去了，留下一个全瘫的婆婆和一个女儿，全靠丽文拉扯着。去年她婆婆去了，丽文终于可以轻松点，又得了绝症。几年过去了，丽文的女儿出落得越来越像妈妈了。我希望她过好的生活，让远在天国的丽文安心。孩子，当你大了，我将给你讲你妈妈的故事，那些关于1980年代的遥远的但你必须知道的故事。
嗯。